智力小游戏，发家能致富，猜对了免费送手机一部。智力小游戏，发家能致富。老板，你这免费送手机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还能骗小朋友啊？你把那个黑板拿上来，只要能把这道题做中啊，这个手机啊我就免费送给你。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别急别急，一次100啊，这么贵？小朋友，我这可是送手机啊，你要不玩就赶紧回家写作业去。那好，我玩。给你看。嘿嘿，又来了一个白送钱的。算了，我做不出来。哎，小朋友，可惜了，还是回家写作业去吧。智力，钱可真好赚。哎，奶奶，玩游戏吗？啥？你要给我送钱？不是，我说你要是玩游戏赢了，我给你送手机。给我送手机呀？玩。奶奶，给我100，你才能赢这个手机啊！哦，这样啊。关注呗。哎，今天作业这么多，可咋办呀？大圣还约了我打游戏呢。智能机器人为您服务，代写作业50元一次。哎，智能机器人。您好，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？你这不是能代写作业吗？我有智能芯片，各科作业都可以帮您轻松完成。啥作业都能做？是的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。行，那我看看我钱够不够啊。没关系，您可以帮我补充能量。补充能量，我知道了。这可以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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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太好了。来吧来吧，吃吧吃吧，多吃点，多给我写点。机器人，那你多久能写完呀？1小时以后来取。这么快？打游戏了，给，写都给你了。这是我的作业啊，我1小时来取，好好写啊，我看好你。开启写作业模式。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哈哈，我看看。你写的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机器人语言。你写成这样，我怎么给老师看？你放心，我在你手机里发了一份我们语言的翻译。翻译？这么多？你翻译这么多，我要写到啥时候呀？这还不如我自己写来的，还吃我那么多辣条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星星游戏，赢的人奖励1000元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星星游戏啊，走过路过不要。这个怎么玩啊？啊，很简单，只要你把这个啤酒瓶放在口杯里，当场奖励你1000元，参与费100元。1000元呀，我可以买多少口红了？哈哈哈哈！就这么简单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为了
了这1000块钱，那我就试试。好嘞，来，给你钱。这不是坑人吗？这口袋不一样大，怎么放进去啊？你放不进去就不怪我喽。我的100块钱就这么没了，你等着，等着就等着，我还怕你不成？星星游戏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千元大奖等你呢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星星游戏了啊，瞧一瞧看。你好，美女啊，又是你啊。就是他骗了我100块钱。你好，丑八怪，听说你骗了我主人的100块钱。哟，自己脑子不行，找了个机器人啊！你等着吧，你侮辱了机器人的智商。你说谁呢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掏钱，掏就掏，给。你一定要给我赢啊！放心吧，主人，你看好了。哇！不算呀，明明说不能打破。你什么你？你怎么还赖账呢？赶紧给钱！你，我的钱！谢谢你。这是应该的，主人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啊！我竟然被个机器人给套路了，这也太惨了！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杠停！耶！起码我们干到手机一步。厉害啊，手机一步！哇，我们真幸运！老板，给我们手机，给你们的奖品。走，媳妇，回家吃好吃的。幸运大转盘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。还真能赢到手机啊！不行，我得也去试试。幸运大转盘了，老板，你这真有手机啊？对啊，我们这都是真的，只要你赚到就能拿走。啊，怎么玩？100赚3次。咦，这么贵啊！哟，帅哥，这还贵啊？你想想，你要是赚到手机，不就赚大发了吗？行，100就100。哎呀，成，那开始吧。转，停，怎么是辣条啊？我要这玩意干哈？辣条是吧？给，帅哥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我们童叟无欺，赚到什么就是什么。我要这玩意干嘛？我朋友铁锤都吃辣条住院了。继续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停，这泡面也没有啊！我朋友元宝吃泡面也住院了，我不要。继续。那你朋友还真够倒霉的哈。停停停停停停！停，耶，好棒！哇，手机啊！手机，手机，手机！还真是手机啊！对呀、啊，哈哈，我终于赚到了！呀吼呀吼！小伙子，先别激动啊，你看看，赚到手机罚款500。老板，你这不是套路人吗？我可没有套路你，这是游戏规则。你，我明明刚才看见他们都拿着手机走了。那他们拿的是老年机，你这是新款智能手机，那能一样吗？你给我等着，这手机我不要了。就这智商还想赢手机呢？幸运大转盘啊，100元3次啊，赚到什么就是什么。小编怎么样？成功了吗？当然了，你看又赚了钱，我请你们吃饭。走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小不点，嫁给我吧，嫁给我你就可以不用风吹日晒了。我家的店铺你随便选，我保证给你开全世界最豪华的火鸡面店。哇、哦！小不点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卖火鸡面，无论贫穷与富有，我都陪着你。谢谢你们喜欢我，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比赛吧。比赛就比赛，没问题啊。刘高，就你这小身板，跟我比什么啊？正好啊，我推出了新品爆辣火鸡面，这是我自己调制的酱，你们谁吃的多谁就赢，而且还有惊喜哦。小不点的火鸡面我经常吃，没问题，走着瞧。准备好了吧？开始。
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宣布本次比赛由高胜。元宝，你这吃的肥头大耳朵的有啥用啊？还骂我小身板。你对了，小不点，你之前说惊喜是什么？惊喜就是赢的人可以打八折。啊，是你让我们吃的呀？就是啊。对呀，我不那么说，你们俩一下午坐我这，我怎么卖面啊？你什么你啊？油糕打八折，98块。吃的挺快啊。笑什么笑啊？你100，怕什么？快点掏钱啊！小不点，没想到你是这种女人。Okay. 对，不用找了。你的。给，也不用找了。万万没想到小不点竟然是这种女人。对，我们相个亲都能被套路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加个关注呗。